家好，我们是暗黑白领阶级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什么歌曲？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我们专辑的同名歌曲，叫做《回家的路》。你为什么要节奏？回家要学吴宗宪？这怎么变那么重义呢？我们自从开始唱母语歌，我们不是一个很诚恳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们专辑里面很朴实，很朴实，啊、朴实到大家害羞拒称，大家觉得我们太认真了。所以在 talking 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给大家一点娱乐感。这首歌叫做《回家的路》。对，回家的路是这一次专辑。我也想当偶像呢。我也想当偶像，搞笑的偶像不好吗？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这次《回家的路》里面这首歌，它是专辑的同名歌曲。然后也是我们在讲一个，就是一个离乡的游子，他们经常要想的一件事，挂在心中的一件事，就是有一天要怎么回家。回家的路，离开的路跟回去的路其实是同一条。那我们就把这样的很多的乡愁，很愁啊。放在我们的歌曲里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《回家的路》。用心关注，我梦是怎么碎裂。